Uber 蔡阿嘎近期因为和前员工的纠纷引起网友高度讨论，他以自嘲的态度面对，也圈了一波粉丝。日前他为了帮大儿子蔡桃贵庆生，一家四口特意飞到日本玩。回台后，他也为儿子准备了生日礼物。从蔡阿嘎晒出的照片可以看见，蔡桃贵和蔡伯能坐在一起，面前摆了哆啦 A 梦的周边商品，包括文具、杯子、水壶等，两人的表情十分开心，不难看出他们对礼物很满意。蔡阿嘎在文中写道：“蔡家规矩，不管兄弟谁生日，一定会准备另一个人的。虽然收新的礼物肯定会比较多，但一起同乐就不会吃醋。”蔡阿嘎的育儿方式立刻吸引破万人点赞，粉丝们留言直夸这样很公平，一起分享的概念太棒了，这样两兄弟就不会吃醋吵架，在这样的家庭出生长大，真的好幸福啊！you